我记得上次你叔也是和张西结婚的那时候，那么就你在我身边，怎么客气受累呢？这死人在我身边。那死人在我身边，谁叫他活人生呢？咦，真的跌啊！一天三次。今天停了三次的。哟，一天吃三次。哦哟，我好像现在是灯哦。你不要忘记嘞。哦好。咦，就怪的狗，一天到晚往这里跑。今天是啥日子？清晨天，看你这样子，可能还要休息几天。哦，好。